Hello，晚上好。嘿，晚上好呀。好像灯光不是特别好，有点黄。看球，现在几点？我播10分钟，等会要去录东西。今天化了妆，然后不能浪费。今天我们不是外务嘛，化了妆，然后等会还要去录一下东西，所以我就播一小会儿吧，但是今天妆还挺好看的。化了一个精致的妆，我不是每天都很好看吗？没有，私服不是。哎，我的手机呢？掉了手机。哎呀，不是。我不是一直都很好看吗？哎呀，怎么样才能够调一个很好看的角度？大姐姐，大姐姐都不行。不过我可能只能播一小会啊！谢谢，谢谢。你明明就没有每天都那么好看，好像就是，我觉得我要给自己有个定位，我要自己做一个，我要做一个小姐姐，这是小姐姐了。你们看，今天是小姐姐吧？是不是小姐姐？小姨妈，那时候为什么你们都叫我小姨妈？我忘了，谢谢。哦，我看到了那个照片，其实挺好看的，我那衣服还挺潮的。哇，谢谢。因为我有小侄女，哦，对，然后你们都是我的侄子，好像那时候还有我的侄女，女方是侄女，然后男方是侄子，然后我就变成了小姨妈。不过喊着喊着，后面也没人叫了。因为我看起来实在太好看了，所以就，哦，我看起来实在是太可爱了，所以就不叫姨妈了。怎么办才能够调出一个很好的角度？这个总感觉有点灯光有点不好看啊。哪边的灯光好看呢？都不好看。都不好看，怎么办？好像昨天你们都看球了吗？《侏罗纪世界》，《侏罗纪世界》我看过了。哎，你们怎么都在啊？就是你们好像无时无刻都在的样子。昨天不是看我直播吗？哦，对，俄罗斯赢了。昨天好像有人在我的直播间说那个俄罗斯赢了就给我投300票，但是那个人没来。我觉得他会不会骗我呢？昨天我直播下了之后才有球，才有球吧。所以不冲突，谢谢。47分，偷看10分钟，我差不多也要播一小会儿，我10分钟就下了，因为我要去录东西。人家老胡来拯救我，很卡吗？现在已经开始了吗？那个看球，我在声乐教室，可能声乐教室有点卡。
如果等会太卡了，我就下了，然后先去楼上。好看。上半场结束了，早开始了，都是几点啊？怎么感觉有时候特别晚，有时候特别早？今天是几点？现在才8点多就开始了，没有卡那就好。7点半开始，那些凌晨场的呢？好几场比赛，好吧。老婆不知道在干嘛，谢谢。电影，你没买票吗？怎么可能？小爱好看，买了票肯定先去看电影啊！我什么时候都在。问一下老胡下去没？嘿嘿嘿嘿嘿，拜拜。